同学，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进入广要道章第十二。那这个广可以是推广，可以是详细来说明这个要道。要道其实就是用孝来治理天下。进一步说明这个要道所能起到教化的效果。我们看经文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我们要教育百姓们，这个亲爱呢我们可以做让百姓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也可以解释要让百姓亲爱国君，亲爱国家领导人就像《论语》里面这个季康子问了：“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百姓们对我尽忠要怎么做孔子说：“孝慈则忠。”你要先教他孝道。因为一孝才能做忠。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希望人民对国家对领导亲爱精诚很忠诚要从孝教起。所以教忠不教孝这个就没有根了。所以百善孝为先重要。那这个教字这个我们也得认识清楚我们跟一些大众为人父母者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听到他们说到，我都讲了好几遍了，还是不听了。那他可能觉得讲他就是教。所以现在我们虽然在学经典但是有可能我们的一些认知的习惯不一定跟经典是相应的。经典是教我们明理看得破。那要放下就容易了。理得心安我们就希望顺着经教去做了。我们假如还不愿意做，不敢做，这很可能对经教这些真理信不够深甚至于做的时候说我真的这么做了就有效果了吗比方俗话说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人假如看钱看得重
你叫他布施，他觉得挺难的。哎呀，我好不容易啊，才赚到这些钱。啊，那虽然佛讲的财布施得财富啊，但他感觉上还是觉得我赚来不容易啊。啊，这个要布施啊，他心里呢。就有点难啊，布施出去啊，有点舍不得啊，所以礼是听过了，但是得真正要去做啊，那得体会深。哦，所以我们。学经教啊，将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啊，依照经教来修正。叫修行呢，啊，不然强者先迁呢，还是本来习惯拉过去了，啊，所以当父母、当老师，甚至当领导。对这个"教"字啊，要认知清楚啊，不然呢，我们所做啊，要跟"教"的精神相应，不容易了啊，因为认知就觉得我讲了很多遍了，好，那我们看这个字有口吗？没有啊，哦，那这个"教"字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啊，所以"教"字的左边已经彰显了啊，就如《说文解字》的解释啊，"教"字上所思，下所效，所以上面上行下效，第一个叉呢，父母老师画的啊，领导画的。接下来是孩子很自然的模仿，人民很自然的效法，这身教啊！哦，俗话也说啊，身教者从啊，言教者诵啊。啊，身教做出来了，啊，就像啊，我们提到王希海老师啊，没有人。听了他的分享，不被他笑醒感动了，这证明什么？孝是人本善里面本有的，是他起到相应了。假如没有，你讲的再好，不相应啊！啊，甚至于跟大家举到的啊，一个副校长对婆婆不好啊，听完之后，当着100多人。忏悔啊，啊，我们听了都很触动啊，当然也很佩服他的勇气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呢、啊，但恐诚心未至啊。好的，王老师对父亲那是至诚至孝了。甚至于，他还对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也是尽力照顾他，甚至都陪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听的人善根呢发动了，所以这个身教能做出来，一定能感动人。啊、哦，所以这个《孝经》是来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啊！不知道我们这样学习过来，都在勤勉领导者自己要做，
哎，从《孝经》里面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也是呼应了。啊，《论语》里面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者正也啊，在《论语》当中重复提醒了好多遍，怎么为正啊？正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啊，子欲善而民善矣呀。啊，所以办政治如是，其实家庭也是管理一个家的事啊。啊，孙中山先生说的“管理众人之事”叫政。啊，把它理顺了，这个家要理顺呢，国要理顺呢，哪个团体不要理顺呢？上轨道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团体呀、啊、亦如是的。啊，那左边这个教字，身教。上所思，下所效。右，一个手啊，拿着树枝，要有耐性的，不能施政求立竿见影啊。哎，我有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变呢？哦，那个做是都做给人家看。不是发自内心觉得，哎呀，我应该做的。啊，根心则真呢，《了凡四训》讲，发自内心去做的，根心则真，习机则假，无为而为则真，有为而为则假。这有为就是带目的的，嗯，我做了，嗯。他们看到啊，马上他们就改变那我们有一个目的性在呢，啊，假如对方的改变不如我们预期啊，我们就生烦恼了。所以是真诚呢，诚。一念不生，是为尘。哦，我们心上还有，嗯，我非做的你感动不可。啊，我们还曾经遇过，老师要上台讲课了，他，嗯，我今天非讲到他们哭不可。这个都太。刻意的，而且，不是太真诚，啊，有点耍手段，非给你哭不可。这人的心啊，有时候常常用这些经教对照对照，啊，一念不生，是为尘呢。啊，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哦，那很有耐性的、啊。哦，包含这个耐性当中啊，还能反求诸己。啊，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我的真诚还不够，我做的还不够。好，那我们体会到这个教的精神呢？啊，那再来看这一句啊，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哦，那代表这个领导者啊，自己要先孝顺自己的父母。
那百姓看了，感动他，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孝，一国兴孝。哦，那百姓啊，都懂得孝顺他的父母啊。哦，那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哦，他有了孝心了，啊，父子有亲的天性保持，很自然的啊，他会去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兄弟睦，孝在中，啊，会爱整个家族，很自然在发展邻里乡党，凡是人皆需爱啊，那就会百姓之间呢互相亲爱了，所以这个亲爱呢，啊，有百姓之间互相亲爱，也可以解释啊。对君王亲爱，哦，那因为教孝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他懂得念国家恩，念领导领袖的恩德，这个就会亲爱。国家领导人，那其实这个国家在我们用心去体会啊，没有国哪有家？一个国家能安定有国家领导人带动，哇，还有好多重要的行业尤其。保家卫国、军人，社会治安、警察，你看这些行业的付出有可能我们在大过年呢，他们都还在岗位当中，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平顺呢。所以这个国家温再打开来，完了不少恩德，我们真的会去思维了，去感受了。哎，你会打从内心看到警察，警察叔叔，谢谢你，看到军人，你会跟他礼敬了，哎。其实人的这种真心会交感啊，包含一个环卫工人，他也在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整洁，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他，他对自己的工作会觉得很有价值，尤其这一章经文讲这个恭敬啊。礼者敬而已矣。对人本善的恭敬，对每一个人行业的恭敬，对每个人付出，我们都恭敬。为什么要敬老啊？老人家，他为他的家庭、为社会努力了一辈子啊！不管他在哪一个行业，他服务了人群一辈子，我们怎么能不恭敬呢？那我们不恭敬，不就很薄情了、寡义了，就不念人家的恩了？念恩的人一定恭敬人所以《了凡四训》有讲敬重尊长举凡年高
年纪大的人要供养了，他有贡献了，而且啊，年纪大，他人生的阅历多啊，位高，位置高，他责任重啊，奉献多啊，我们要尊重啊，啊，德高，啊，那德行高，那一定帮了不少人，或者教化了不少人，啊，还有士高，他人生的见识很广博，这个都应该尊敬。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呢，社会呢安定推展的顺畅，我们对各行各业的尊重。哎，今天你到银行啊去处理事情了，啊，很真诚的谢谢啊。我相信呢，这个整个社会互相感恩呢，互相尊重呢，这良性循环、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大家有没有给环卫工人感谢过？啊，甚至于随手拿一杯水供养他，哎，他可能第一个反应愣一下啊，哎，接着一定会露出很灿烂的微笑，好，好，那这个领导者以身作则呢？啊，百姓效法他，孝道，那孝就发展成仁爱存心，那人与人就会亲爱了，和睦了。啊，下一句，教明理顺，莫善于替。啊，教导百姓呢？遵循礼节，顺从长上。哦，那没有比教替道更好的了。好，我们在一个家庭、家族当中，啊，有乡邻九里呀。这个也是礼教其中一环呢、啊。那乡邻九里啊，哇，一个家族来不少人呢、啊。可是每个人社会地位、官职不同啊，有一些可能他很年轻了，他官职很高了。有一些可能年纪大了，他可能还没有当官呢。这么多同宗的人聚在一起了，那一天座位啊，哎，年纪大的尊，按照长幼次序排下来。哎，这个就是家庭的伦理啊。哎，让人呢不会因为哇，你当官大了，啊、哦，就有一点耀武扬威了，啊，有一点趾高气扬了，哎，这些礼教都在提醒人，这个按照长幼排下来了，啊，这些长辈啊，虽然没当官呢。小时候我都照顾过你呀、啊，啊，小时候自己一颗糖很难得有，舍不得吃还送给过你了，
你要记住这些恩情，人念这个情义了，人心就厚了。哦，所以这个香云九里啊，很有意义啊。啊，我们会顺从掌上，从这个落实剃到啊，能够内化，成为自己的态度，啊，像。啊，我们提到剃啊，宋朝啊，司马温公啊，司马光先生呢，啊，他是贤相哦，当到那么高的官呢，当到宰相了，啊，他对父母很孝顺的，他对哥哥弟弟啊，非常有爱，啊，侍奉皇上。啊，极其忠心呢。那他呢？哦，他对待朋友也是很诚信啊。啊，因为这个兄弟处好了，延伸开来，啊，到学校去，同学是师兄弟啊。啊，到各行各业去，也是师兄弟了。啊，从家庭的伦理啊，延伸到整个社会国家。天子啊，他好好治理啊，能够治理到整个天下像一家当时候唐太宗被那么多国家公推他为天可汗呢、就天下的共主啊，那也是他用孝治天下。还有他那个胸怀，他也是敬啊，他没有居高临下了。哇，我的民族比较优秀啊，你们不如我啊，他没有轻视别人的民族啊，所以他能达到所有的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啊，自己好东西，你们愿意学，通通给你们。建筑啊，啊，经典呢、啊，种种，甚至于那时候日本都用汉字来创字，啊，片假名、平假名，这叫行话运动啊！哇，当时候好多国家呢，啊，最凸显的韩国、日本、越南，啊，所以现在要看唐朝的建筑啊，去那里看呢、啊？啊，说到这个，我们也有点不好意思。哎，没关系，知耻近乎勇啊。哎，哦，所以真的是家庭伦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彰显出来，真的把家庭的孝悌推展开来啊，人互相友爱，互相礼敬。恭顺那司马光先生他的哥哥司马伯康那司马伯康年龄比他大了一些所以当时候他哥哥已经80岁了那司马温公对待自己的长兄啊。就像自己的严父一样，像父亲一样服侍这个敬恭敬然后照顾自己的哥哥啊，像呵护小孩一样，是爱他的兄长。哦，那每逢到吃饭，稍微晚了一些。啊，他就恭敬地问哥哥
哎，有没有饿着你了？时间稍微有点拖了。哎，天气稍微冷一点了，啊，在这抚着哥哥的背呀，哥哥啊，你穿的够不够啊？这嘘寒问暖啊，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兄长，那这种对待自己哥哥姐姐的态度内化呢，他出社会啊，对人是理顺啊，有礼节呀，懂得顺从长上。啊，这个理顺呢，哎，你遇到一个很有德行的人，要恭敬，甚至啊，愿意接受他的劝导啊、教导啊。假如这个长辈他没什么德行，我们也不会啊跟他对立，哦，你不认可，但是不会起这个对立的态度，这都是顺从长辈。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反观的。我们都算比较大了啊，当然诸位同学比我承德的缘分好多了啊，我们都是20几岁才学的啊，所以那个对父母、对长辈那种孝敬的根基不牢啊，有时候不认同长辈的看法了，可能这个表情就很难看了。这种不顺的态度啊，就上来了。啊，当然自己也要警觉性啊，要调服这些啊没学以前形成的这些习气了。那另外一则故事啊，我们在面对兄姐啊，或者长辈啊，能够很理顺呢，其实也是都有念恩的心啊。唐朝李绩他本来是姓徐的啊，功劳大啊，唐太宗封他啊英国公啊，赐给他李姓啊。那当时候啊，他当官当到啊仆射属于宰相之职啊，那么高的官呢，哎，他姐姐生病了，这个李绩呀，亲自帮姐姐煮粥啊。人病了，他消化不是那么好啊，只要吃好消化的东西。结果他煮粥的过程呢，刚好风吹过来，那个火啊，刚好烧到他的胡子了。他姐姐看到了，哎呀，家里仆人那么多啊，你何苦呢？你看他胡子那么长。也是一把年纪了，这个李绩说了，不是啊，家里没人了，是我想到啊，姐姐啊，你年龄那么大了，我啊，年纪也不小了，我易老想要多为你煮几次粥啊，多为你服务啊。这样的机会少了。
哦，我们念着父母、兄姐、长辈的恩德。这个黄庭坚，他就念母亲的恩，当了太史了，每天都是亲自帮自己的母亲刷尿桶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年龄比我长很多，他就跟我们说到啊。他小的时候，记忆很深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父亲呢，每天把自己奶奶的尿桶拿去洗。他这一件事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动作，就他爸爸说很用力，很用心洗啊。洗洗洗洗，最后呢，要确定洗的有没有很干净啊？他爸爸会去闻呢、啊。他说那个闻的动作是他印象最深的。啊，他讲到这里呢，那看他的流露的一种神情呢，特别佩服他爸爸的孝行啊。哦，那这个是对自己的父亲呢、啊，你看。礼记是对自己的姐姐，这恩不忘啊！啊，其实承德小的时候啊，跟姑姑叔叔住一起啊，因为父亲呢是长子所以我母亲嫁过来了。叔叔、姑姑都还在读书呢，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哇，那姑姑啊，跟我们的感情啊，很好啊。啊，虽然嫁出去了，那常常都要回来看我们。啊，我记得当时候还没出嫁，啊，会带我们去看电影。啊，那种啊，对我们的呵护照顾啊，那个情境啊，现在都还很熟悉呀。啊，那我们念着这啊，他们的恩德，自然的柔顺顺从。好啊，所以教民理顺呢，莫善。于替啊，啊，我们再看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风俗啊，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啊，所以移是转变。义是更替啊，五种仪规里面呢，有训俗仪规啊，显然风俗太重要。所以李炳南老师建立台中联社啊，立了几条规矩。其中有四位三不，这个四位里面提到了啊，为求学问，这真实学问呢，学问为济世之本啊，我们学的这些为政之道。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团体带好，啊，为求解脱，这一点很关键了。我们已经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了，
不是从事于这些弘法的工作，最后搞世间的事哦啊。我们是为求解脱啊，为弘护正法，为转移污俗啊。所以，转变错误的风俗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好，那风俗当中，现在人呢，刻薄。那我们就要厚道，念情义呀、啊，这样我们以身呢来转这个巫术。啊，现在风气呀、好争辩啊，甚至也容易起口角。啊，我们要能谦让，啊，能忍让，整个风俗啊，我们也有责任的，所以看到不理想的现象，我们不批评，师长说的，人家不笑，我们做笑给他看，我们。不批评，不起对立。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见了，我们就着相生烦恼，我们就忘失菩提心了。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呢。我们是为了求解脱啊，不能修到搞轮回去了。所以，每一个情境都是让我们提起菩提心，提起责任心见义勇为。这件事被我看到了，这个不理想的风俗啊，从我开始转变起。哇，现在贪小便宜的风气很盛呢。哎，我们很廉洁，公家的东西我们都很爱惜，绝对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这都在扭转风气呀。那每一个情境呢，我们都提起这种责任心呢。这个就是菩提心了，为人演说啊，这个跟念正法得久住很相应。你正法，人人弘道啊，我们得把它做出来。哎，现在也有一个风气啊，很会批评。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哇，啥他都能批评。可是，可能自己也没有敦伦敬分呢。那茶余饭后啊，都是批评的风气。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那风气起来有自然。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带动正确的风气了，顺势的转过来，不要去看这个社会的不好，见义勇为，现在虽然是这样，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尽什么力呢？
好，所以这个风俗啊，影响很大。像这个现在诈骗很严重啊，这个骗的风气啊，不，这个你不遏制它，它会增长哎。哦，大家这一点也要。自己要谨慎哦，好像很多留学生呢，他因为到了海外去了，有时候接到一些电话太紧张了，就可能被骗了，所以面对事啊要冷静。我们带动这个守信诚信，不骗人。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诈骗的问题根源在哪？啊，这个管仲有分析过，还是因为不好的风气，接着影响到整个社会产生呢？这种偷盗的行为，管仲说到了国耻，国家奢侈风气，奢侈国耻则用废，这个开销花费很浪费。啊，用废则民贫啊，百姓没钱了，可是他消费呀，很多。你看现在年轻人，还没赚钱呢，在学校读书，信用卡好几张，啊，刷爆了再花换一张，这个奢侈，国耻则用废。用废则民贫啊！民贫，他没钱了，可是他奢侈习惯了，他还想不劳而获，他还想要挥霍，他就开始动歪脑筋了。哪个方法我可以不劳而获？哪个方法我一下可以赚很多钱？啊，民贫则奸自深呢。这个小聪明嘛，用错地方了。奸自深则邪巧作，所以奢侈的风气啊，会连带整个社会治安呢，通通会恶化哦。所以一个国度啊，强调节俭。不强调这一些奢侈品啊，是很重要不然你强调那些奢侈品了好像什么叫受人尊重车都要开很贵的，房子都要买很大的手上还要有好几颗东西这是此风不可长啊。杀这个风气也会让人暴力人的思维它是有能量你这个是恶念你会影响其他的人，除非其他的人定力很够那不然都是互相影响你起个善念，会有感应你们有没有遇过朋友通个电话？
我们怎么想到一起去了？啊，这个科学家有一个理论啊，叫百批猿猴效应啊。哦，刚好有一个岛上啊，它有不少猿猴住在那里。就这个猿猴啊，他们本来吃东西都是拿起来拍一拍吃了。啊，结果刚好有一只猿猴啊，他突然有一个灵感，啊，他就拿着食物啊，到海边，啊，用海水把它洗一洗，哇，结果这个海水一洗还加了点咸呢，加了点盐呢，啊，结果一吃，哦，很好吃啊，还没有咬到沙子啊，哎，其他的猴子一看。哎，看他的表情，吃起来挺美味的。哎，接着就跟着洗了，很有意思哦。有少数几只不洗，为什么？因为那几只酋长级的，啊，他是有身份的。我跟着你做，嗯，这样我就没身份了，不洗。所以人呢？啊、哦，有个身份地位也挺累的啊，随时要人归零啊，比较自在的啊。那很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一个岛上啊，啊，猴子开始用洗的洗东西的在吃，其他的岛啊，他们之间没有通讯系统啊，啊，他们没有微信可以用啊。哦，所以很奇妙的，他们也几乎同时间呢、啊、都这么做了啊。这是在动物世界里面呢、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一念变虚空法界，动物也是啊。结果在人类当中啊，比方举一个例子。啊，某一个国家的实验室，啊，研究了一段时间，哎，突然发觉某一种物质，结果他要发表啊，好多地方都几乎同时间呢都发表了，啊，就是他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啊，可能跟他相近的这个领域的人接收到了之后啊，好像推他一把，就同时发现。啊、哦，所以从这个理论呢，就知道风俗的重要了。诸位同学，啊，我们回首来时路啊，以前我们在学校啊，一个班的风气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太大了，谁能不被影响？啊 啊，所以这个啊，听不少同学啊，到了啊家塾啊，那风气不一样了，开始认真读书了，啊，所以这个孟母三迁呢，就是风俗的重要了，环境敬教的重要。啊、哦，所以师长说，现在归二郎神管了、啊，那不得了啊，豺狼、色狼，啊、哦，这个两性关系呀、啊，放纵了，这个没有礼教了，啊、哦，人民的行为啊，没有规范了，这个跟黄河溃堤啊，一样的问题大了。所以安上慈民啊，治理好人民啊，人心淳厚，社会安定，社会要安定，一定是人心好才会安定啊。所以礼乐教化，刻不容缓啊，有这样的因缘。
有这样的天分呢，要尽力来做啊。我们看这个风俗啊，现在错误的风俗啊，甚至于是上面的不懂啊，然后把它编在教科书啊，你看麻烦不麻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结果现在小学生的课本啊，编性教育进去了。哦，这个本来就是很大的欲望了，你现在还去给它增上。所以现在啊，女孩小学还没毕业，怀孕了。啊，中学生更多了。啊，这很惨呐！你看，这些孩子那么小，他就造了那么重的罪业。所以，我们看下一品经讲的，楷替君子啊，明志父母啊。父母官，父母官呢？你父母没有智慧，西方东晋你都判断不了。哇，下一代被你给教坏了。我们认识澳洲一个宗教长老。当时候这法轮功啊要进澳洲啊被他拦下来了。这个是邪教。哇，功德太大了。现在百姓啊分辨不出来了。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领导者啊，或者这些重要的人，他有这个判断力，这个可贵了啊。像陈德认识一位啊，回教啊，伊斯兰教的长老啊 ，Dr. Arifin， 这个长老啊。曾经去过庐江参观，他到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吃饭，他刚好坐在承德正对面，那因为要上菜啊，菜还没有上，大家交流，这一位。伊斯兰教的长老开口就问陈德一句话啊，当时候我还没出家啊，他问我，蔡老师你，人家翻译过来，你知不知道孔子在陈蔡绝粮？一个伊斯兰教的长老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当时后背发凉，然后还有点庆幸，幸好我还知道，假如他问的是我不知道，可能就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啊，不好意思见人家了，就好像人家问我们说。你认识你爸爸吗？不认识，还要让对方来介绍自己的爸爸，我昏倒了。汤恩比教授啊，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智者啊！他在全世界在70年代大声疾呼啊，中华文明啊，
可以带领世界走向安定的。啊，他做很多分析哦，啊，包含农业，他说这种发展下去，这个世界很多农田都不能种了，你用农药化肥，他那时候就已经都预测不可行了。他在高度推崇中华文明的时候，我们国内是文革呢，啊，中国人自己反对中华文化，一个英国人，他说这个最好，而且是在那样的时节因缘，哇，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比较说，而且，他说，假如有来世啊，我必在中国。假如这个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啊。所以按这个年代推断起来，这个人应该现在40多岁。假如你们有发现长得很像英国人啊，哦，这个是中国人，但是很像英国人哦。然后一讲到中华文化啊，眉飞色舞啊，滔滔不绝啊。通知我们一下啊！哦，我们去，求证求证。哦，那就可以请他出来，弘法利生。好。哦，所以这个啊，西方东晋啊。啊，这些错误的功利啊、享乐啊，我们都要能分辨的啊，包含这些邪思啊，都要会判断。那这个 Dr. Alephin 呢，他也是啊，很受尊崇啊，所以联合国啊，介绍他们国家一本教材。他把关了，这是负责任的政府啊！哦，就像国内现在扫黄啊，这网站扫黄，这爱护人民啊，那他看了这一本推荐教材，退回去了。他说这一本教材连孔子的教诲通通没有提到，这本教材不合格。啊，这是很有见识啊！啊，我前几天才听到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他对全国人民讲，要多向啊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学习。大家想一想，大思想家谁排第一名？孔子排第一啊，这是联合国排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刻在联合国上，啊，当然，这种整个学习的风气啊，由国家领导人来带动啊，哦，那速度就快了。好，那我们看呢，这注解讲到了。风俗一意呀，先入月深啊，所以以前为什么有官员是专门去采集每个国、每个地区的音乐？他透过音乐就知道哦，这个地方的人心怎么样，治理的状况怎么样啊？哦，那变随人心啊，所以音乐跟人心啊相应的啊。那政由君德啊，国君爱好好的音乐的
或者这个地方父母官好音乐的，政治语变的，他带头了，政绩化人了。而用什么风气呢？用音乐来教化，音乐而彰呢？好像《论语》里面有讲到啊，子游为武臣宰，在武臣做县官呢。孔子啊来找学生呢，结果一进到子游治理的武臣。哇，民风很好啊，老百姓在弹琴啊，这个礼乐的这个教化效果很好啊。孔子可能太高兴了脱口而出“割鸡焉用牛刀”啊，那老师其实是开玩笑了哈，高兴的。讲出这句话来，那这个子游，听到老师这句话是很认真对待的，子游说呢，一般百姓呢，学了礼乐呢，就，很懂得服从了，君子学道而爱人，小人学道而易时也，孔子听了。子游讲的这句话马上自己就道歉了，二三子告诉其他的学生，言之言是也，这个子游讲的正确前言戏之耳我前面讲那个割鸡焉用牛刀，开玩笑的那当然，这个互动里面呢，孔子这个应对也是我们的学处啊。学生讲到他曾经教的然后孔子马上就承认我刚刚讲错了，开玩笑了。那当老师人家。学生有提出来，他马上就认可学生然后对自己的言语表示致歉，这个应对也是我们的学处。那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来，这个子游。他教化的时间不长但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当时候在庐江的时候可以感觉这个音乐的教化速度很快。我们唱的歌大部分都是孝道这种良善的歌曲。音乐调和人的七情五欲所以有好的歌曲呢，互相争吵的情况大大减少了。那我们有没有记忆比方我们看拍的非常好的电影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电影？然后这个用了一整包的面纸，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像这个小花这个暖春所以一般要看暖春呢得要配备面纸要先放不然到时候就会有应对。来不及的状况，那大家去回想一下，
哪些情节呀、很感人，那些情节里面都有配上音乐。哇，你看那个音乐，你一听啊，那种人的那种善良的情感，自然顺着那个音乐就流出来了。哦，包含看一道精华，哦，你看他哪一些情境配那些音乐，啊，我们一听啊，那种正气就上来了。哎，啊，不然大家自己做做实验呢。啊，比方啊，你看这一段呢，通通静音啊，没有音乐来看，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哦，所以这种乐教的力量啊，很大。啊，诸位同学还年轻啊，20来岁，你们假如对古琴啊这种古乐很有兴趣啊，可以好好练。是吧？你看，用言语的沟通，对方还想，我看看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还给你打量半天，你不用讲的啊，给他泡个场，我们先弹一曲，哦，一下他一听心情都不一样了，哦，所以这种言语出去的时候还要透过对方他的思维啊，想他的观念呢，在那里，有时候还会去分别。你看音乐的植入人心，进去了。哦，我们有一次当时候也是王川大夫他教古琴的他谱一曲给我们听大家也挺认真听的。有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有一个同仁听完了，他说：“我刚刚看到孔子现在我面前了。”哦，那王川老师。这一首曲子叫《芝兰》呢，就是在这个曲子就是在描述孔子之德啊。孔子在《陈蔡绝伦》说的：“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败节。虽然绝粮了。”他的节操都没有退哇！你看这个音乐里面有磁场啊。哦，孔子学琴的时候，你看老师给他弹《闻王操》，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曲名，我自己来领悟。”最后听出来这一曲就是在讲文王之德的。哦。对，《论语》里面讲，孔子闻韶乐，山岳不知肉味啊！哦，你看这个音乐感人之深，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学这些东西了。虽然他对文化的复兴很重要那后生可畏寄望于你们发心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改善社会风俗没有比寓教于乐，透过音乐教化使百姓身心和谐更好的方法了。这个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安上慈明莫善于礼。那安上呢？是能够使上位者身心安定。慈明呢，
百姓啊也得到很好的治理，啊，那莫善于礼啊，那没有比遵循礼法更好的办法的。啊，我们自古至今治理啊国家啊，礼乐行政，礼乐排在前面啊，那当然不能没有行。啊，有些啊，必须要靠刑法才能遏制他的恶行的。那刑法还是要配套政啊，要透过政治的运作、政令的推展，所以礼乐行政要一起配合。那这一句经文呢，我们看注解啊，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啊，民男女长幼之序，啊，那代表呢礼，不礼呀，五伦大道，啊，像我们《弟子规》里面讲的，出故反面呢，冬温夏静呢。这些是礼行于父子关系了，那这个伯有仲恭啊，长幼有序啊，这个是礼行于兄弟啊，上则恩赐有加，下则鞠躬尽瘁，这个礼行于君臣矣啊。夫妇呢，外内为政，和而有别。外内为政就是夫妇之间家庭的分工清楚，啊，配合的互相感恩，很和睦，啊，和而有别。这个别就是家庭重要工作分工合作，这个礼行于。夫妇也，朋友是敬业要群，无相聚以协谈呢，这个礼行于朋友矣。朋友之间在一起呢，不兴事于要在政论了，不能一谈就是这种。哇，哪个名牌的好啊？哇，那个东西好好吃啊！是至于道，而此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当然了，大家记住啊，我们一起探讨啊，我们。对于每一段话，要用中恕之道啊，来接受啊，不然明天大家一相聚啊，某一个同学说什么很好吃，吃的问题，昨天陈德瓦斯才上课了啊，哦，那我就昏倒严以律己啊，顺势而为，不能一下子啪，道理就压过去了啊，这个就没有恕道了啊。所以忠恕为道不远呢，我们领纳每一句经文呢，都要守忠恕之道啊。你今天朋友他喜欢玩个乐器啊，弹的那个乐器都是很燥的，你马上跟他说，你这是亡国之音啊，他一听下次不找你了。哦，你可以跟他探讨探讨，那你自己谱一曲出来，不怕不是祸，就怕祸比祸，他自己也会去感受嘛，
所以敬业要群，在朋友之间合群，大家来自不同地区啊，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哎，特别能包容别人。尤其啊，尊重学业，带动同学们认真学习，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这个都是理嘞，理者理也，道理的理呀。就是这个伦常大道啊，就是大自然不变的法则啊，这个天体运行啊，春夏秋冬运转，这个不变的法则在我们人身上就是伦常大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注解啊。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想到啊，《论语》里面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齐景公是齐国的国君呢，问怎么治理国家的政治啊？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孔子提到的，其实就是人伦常道代表君行君应该行的道，他的本分职责在哪？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各行其道。那这样个人呢，还有。社会国家都上了轨道了，那政治自然就安定了。齐景公听完，公曰：“善哉啊，讲得太好了。”那景公呢，用反面呢来呼应孔子提的。性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术，无德而食焉呢？那意思就是，君臣父子啊，都不能各行其道了。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国家必然大乱。纵使那个时候有很多粮食啊，那已经是乱世，生命不保啊，还能安然享受这些食物吗？所以这里彰显了安上慈悯，不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个国君也没有办法安稳了，国君每天就想着谁会不会犯上作乱呢？这身心不安呢？百姓呢，不懂得伦常了，无所措手足啊，不知道怎么做人。好，那理的重要呢？想说借由我们这个群书之要几句呢，来体会一下啊。228页，256句。
啊，我们比较快来看一下啊。理之教化也为啊，理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啊，其止邪于未形，所以理有防范于未然的效果了啊，防范邪恶于未形成前，使人日喜善。怨罪而不自知，就这个礼教呢，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天天向善德靠近，啊，远离恶行，啊，所以是以先王隆之，啊，先王都非常尊崇礼的。教化作用，比方承德回想自己成长过程，我们家里呀、每天这些生活的细节，呢，拿出吃的东西来了，冰箱一打开了，拿吃的，先问谁呀？问爷爷奶奶，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呢？这个就是礼教啊！这个对自己啊很大的益处啊！不知不觉，我们对长者有一种恭敬的态度。你踏出社会，面对那么多长辈。你礼敬他，你得到很多帮助啊，所以能会不会遇贵人呢？其实，在他小时候就看得出来啊，像我们一吃饭，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规矩做法了啊，赶快叫爷爷奶奶。去请他们回来吃，然后爷爷奶奶一坐下，我们就去盛饭，放在老人家面前。好，那我们心里在这些生活的礼节上，不断熏陶自己，都要把父母、爷爷奶奶、老人放前面。你的日喜善，怨罪，你在这些情境当中，都是自我排前面的，你慢慢这种自私自利、不恭敬他人，有啊，现在不懂这些礼教了，谁第一个上桌吃饭？小孩，上去了自己喜欢的，通通吃光了。都不会想要留给父母啊、老人了。那你说他以后不造罪业啊？哦，不要小看《弟子规》一些生活的细节啊，这个会形成我们很重要的做人态度啊。所以，义曰君子慎始啊。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君子重视了事物的开端。其实这个就是强调，教儿婴孩啊，教父出来，这个慎始从小教好了，受用一生呢。但是假如啊。一些重要的态度没有教，慢慢他就偏得越来越厉害了，差若毫厘呀！开头有一丝一毫偏差，10年之后、20年之后，谬以千里呀，造成千里之远的错误了。礼呀，防微杜渐。防范于未然。礼呢？我们看
257句啊，下一句。这一段呢，让我们了解不学理不行啊。看道德仁义，非礼不成。道德仁义是更高的修养啊，可是你没有礼的基础啊，你不可能实现道德仁义的。所以李炳南老师编了《常理举要》告诉我们学了。希望我们不会让人讨厌呢。假如我们没有学理了，让人讨厌，处处呢，让人生烦恼，自己都不知道，那你我们还有可能往更高的道德仁义的境界去提升吗？接着教训正俗啊，非礼不备。教训，这个是教导训诫，就是透过自己的身教言教，正俗就是移风易俗啊，扶正去邪啊，若不以礼作为根本标准那非礼不备啊。就不免了，顾此失彼，无法周到完备了。接着纷争辩讼，非礼不绝。你看，在古代有礼教，有这些纷争呢，口角冲突了，找教书先生来评评理，一定是用这些伦常。跟当地老百姓劝勉所以纷争曲直，辩讼是非，若不以礼为准绳标准，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下一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没有礼无法定名分尽自己的本分。包含患学士师，非礼不清患学是学习从政的或者学习其他的这些技能、艺能不根据礼呀。那师生之间呢，就不可能使教者认真，学者专心，而产生这种亲近之情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还有比方说餐饮业，他刚开始来训练。拜师在那种气氛之下，人的这种善根，教者提起责任，学者提起专注恭敬，所以师长常常提到，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当时我六七岁那就是礼教的力量。那整个礼仪可能20分钟左右吧，不会太长了，但是影响老人家一生呢。他说，首先是拜孔老夫子，接着请老师上座。父亲带着儿子行三跪九叩，那教书的人是明理的人，教书的人是要有良心接受人家父亲这么重的礼，
不认真给人家教，对不起人了。读书人不占人便宜啊，人家礼这么重，那不认真对待，那是良心说不过去了。哦，那一个孩子六七岁，在这种氛围，六七岁的孩子看他的父亲是天呐，他最尊敬的人了。哎，一个人一生对自己父亲母亲的那种尊敬都不改变了，那是一个人精神生活宝贵的资粮啊，宝贵的财富啊！大孝终身无父，啊。看到自己的父亲给老师行这样的礼呀，他很震撼呢。啊，父亲是我最尊重的人，那父亲这么尊重老师，那他怎么敢不尊重老师啊？啊，这个根就在这个礼仪当中啊扎下去了。啊，而这个师徒如父子啊，这孔子在《论语》里面展现出来。啊，回也，事于由父也。这父子关系，师生之间呢，啊，在古代这种精神呢，像父亲一样，一心要成就我。哎，又像兄长一样，常常协助我，呵护我。啊，又像朋友一样。啊，所以老师叫友生呢。你看古人很谦虚啊，朋友啊，生呢，自己老师生，友生。哦，那这个老师也是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啊，哪怕在师生缘当中，他也自己这些缘是来成就我的，我在。在这些缘当中学习啊，教学相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朋”字怎么写？两个月亮啊，有呢，古字呢，两只手握在一起的、啊，提携那我们就观察。老和尚跟李炳南老师那种师生关系，像父亲一样，像兄长一样，也像朋友。哦，当时候李炳南老师听到啊，台湾台大成立佛学社团晨曦社，当时候周邦道校长。周宣德居士来了，传递这个好消息啊！李老师也很高兴啊。哎，结果这客人走了，老和尚说：“不见得是好事。”李老一听，怎么不是好事啊？老和尚分析了，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先入为主吧，假如他们学偏了，那咋办呢？哦，李老一听，哎呦，有道理啊。哦，你看，啊，这个师生之间切磋啊，这个师生之间啊，把一个重大的因缘讨论出来了，所以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办佛学讲座啊。每个礼拜天，寒暑假办讲座，所以这个，又像朋友一样，光光互照
两个月亮相得益彰啊。哦，就像那个孔子沉在绝粮的时候，这个子路跳出来了，当然子路他也是比较仗义啊，子路出来是强调了，君子亦有穷乎啊。这个在《论语》里面有啊，君子也有遇到这么困窘的时候啊。那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君子也会遇到困窘，但是他不改节啊，就是刚刚提的“知然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发”。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那子路这么一听啊，被老师提起正念了，待下去了。接着子贡上来了，老师啊，这世间的人这么不理解我们传的这个道统，可不可以降低一点？诸位同学，可不可以降低一点？一代人就降低一点了，那三代人会降成什么样呢？那还能传5000年吗？这个孔子啊，没有回答子贡的问题。孔子接着问颜回：“颜回啊，你怎么看呢？”没有回答子贡。那请颜回发表。颜回说：“我们已经尽心尽力把道我们做，我们去弘扬了。世人不能理解，我们问心无愧了，我们对得起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但这个道不能解，我们自己做了又。”说清楚了，尽到心了。孔子听完颜回说的，颜回啊，你以后当了官呢，我给你做家臣啊。大家去听听看这个师生之间这种对话啊，这种心灵的。这种各相应，惺惺相惜啊！你看《论语》里面孔子对颜回说："用之则省，舍之则长，唯吾与尔有是乎？"包含孔子自己有一次跟子贡说："子贡啊，如与回也。"孰欲啊？你跟颜回比起来怎么样啊？人家子贡也很有自知之明。哎呦，我怎么敢跟颜回比啊？这个智也文以已知回也文以已知时啊。孔子怎么说？吾鲁也，吾与鲁，吾鲁也。孔子说："我也比不上颜回啊。那当然，学生的成就就是老师的成就吧。因为颜回是孔子教出来的，那他学的比孔子好，是孔子最高兴的事情了。因为颜回，这个。在这个危难当中啊，他也不怕死啊。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知天命了。
哦，所以孔子应该是看到啊，他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哦，就能达到这个境界，他很欣慰啊。啊，那孔子也是很就事论事，也很谦卑啊。哦，哎，我也不如我这个学生呢。啊，哦，所以这个。啊，患学士师啊，非礼不亲呢。啊，哦，那班朝治君，历官刑法，啊，这个都跟我们当前啊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呢。非礼威仪不行，朝班啊，那个这些政府单位开会啊。啊，那像古代也在朝廷里开朝会了，啊，朝班的整肃，啊，军队的治理，官员的就职上任，法令的颁行，没有礼呀，就不能彰显威严，啊，就会乱了，啊，包含悼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啊！祭祀都有祭祀的礼仪啊，啊，祈祷酬谢神灵天地山川诸神祇呀，都是神灵啊！啊，祭祀供养祖先，没有礼呀，就不能体现真诚。啊，沉静、庄严，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呢。哦，那这一段对我们现在社会的问题呀、就更凸显礼教的重要了。啊，看朝觐之礼呀、诸侯、朝觐、朝见天子啊。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啊，聘问之礼，这诸侯国之间，啊，像齐国啊，齐景公出使，齐景公到鲁国，啊，或者他们的外交官互相访问，聘问之礼呀，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啊，丧祭之礼，啊，丧礼祭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我们为人臣，为人子，要记得恩德啊，啊，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妇有职责分工好，夫礼敬乱之所由生呢，由房子水之所致来也。啊，故以旧房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呀。啊，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所以这个礼节呀，是禁止混乱发生的根源，防范于未然。就像堤防能够防止洪水泛滥一样。啊，假如认为古老的堤防没有用处，把它毁坏了。那一定会遭遇水灾。认为古老的礼仪礼教没有用处，废弃它，一定会有祸乱发生。我们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差，这跟礼教被否定了有关了。啊，我们接着看分析呢。
啊，婚姻之理废，则夫妇之道苦，而邪僻之罪多矣啊。啊，婚姻的理废除了，夫妇应尽的道义啊衰微，啊，相处就会痛苦，啊，互相伤害了，不讲道义情义了，恩义了，而且淫乱的罪行呢更会增多，啊，所以现在这个啊。背叛另一半呢，这种淫乱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于是未婚，这个淫乱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全球一年堕胎有记录，这好多年前了，现在可能更多了，5000万了，那没记录的可能翻一倍了，这太惨烈了，啊，物之灵啊的人类呢，现在做的是连老虎都不会做的事情了，五毒都不食子了。你看欲望泛滥了，因为没有礼教了，像洪水泛滥一样了，堕落的速度啊很快了，而且这5000万里面。啊，未成年的占很高的比例，哦，所以大家要冷静啊，看看这100多年来整个人心的状态，啊，我们才知道什么该复兴呢？啊，什么该拨乱反正呢？香饮酒礼废了，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欲反矣呀、啊！现在父子、兄弟啊，这个兄弟啊，上法院的很多啊。可能小时候称呼自己的哥哥姐姐的直呼名讳了。哦，我听了很不习惯的、啊，称尊长，勿呼名啊。这种长幼之序失掉了，后面发展就严重了，啊，所以长幼顺序丧失，争斗的刑事案件就会越来越频繁，啊，丧祭之礼废了，啊，为人臣、为人子者，恩义就越来越淡薄，啊，而悖逆祖先。不忠不孝，以下犯上的就变多了。啊，那聘问之礼跟朝觐之礼废了，那就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亲邻之败，其也。啊，那失去君臣各自应有的身份呢？地位反叛君主、亲邻邻国的祸乱，就会随之产生。好，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呢，就感觉到礼教的重要性了。我们接着看呢，下一句啊，礼者。敬而已矣啊！注解讲：“敬者，礼之本也。”啊，我们学传统文化呢，都要把根本掌握住。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礼的根本呢，就是一个敬字。自卑而尊人呢，在修齐治平啊，我们再看一句啊，
261句，啊，234页，啊，曾子曰，曾子说到了，啊，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所谓的行，这应该是指德行了，就是要实践礼呀。无礼，礼就是啊，贵者敬焉，啊，就我们对尊贵的人恭敬，啊，尊贵的人奉献多啊。老者孝焉，我们对老人孝顺，这也是恭敬老人呢。幼者慈焉呢，一个孩子你不能轻慢他。他好好栽培，以后是栋梁人才啊。小者有焉呢，哎，对年轻人有爱，啊，后生可畏啊，啊，焉知来者是不如今也。见者讳焉，啊，对地位比较贫贱。生活比较困难的人，我们恭敬他呢，施予恩惠，所以这些都是礼的表现。那我们呢，真正的掌握礼的根本是恭敬啊。这个恭敬心能保持住啊，我们跟人应对进退，跟人相处啊，不会有太大的变差啊，因为心是根本，我们掌握住了，恭敬心是根本啊，就像大学说，如保赤子，心诚求之，你很真心，很真诚。去照顾这个小婴孩了，虽不重，亦不远矣。啊，没有做到很圆满了，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心用对了，啊，哪怕可能这个礼数上啊，我们还不是了解得很细致，啊，也不会太偏差。尤其我们真正。内心恭敬呢，人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啊。接着，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我们看注解啊，它是写着居上敬下，尽得欢心，故曰悦也。啊，我们假如依这个注解啊来解这一句，居上啊，这是指国君呢、领导者啊，他处在高位哦。可是呢，他看到百姓的父母，他很恭敬。大家想一想，哇，我的国君对我父亲这么尊重啊！这个家的孩子会怎么样？啊，会很欢喜呀、啊。啊，会对君王很感佩呀、啊！哇，国君呐、啊，你地位那么高，还对我父亲那么尊重，就像佛陀也有讲啊，一个国王去亲自
给一个病人敷药，这功德很大。因为这个受伤的百姓会怎么样？啊，会感动的痛哭流涕啊！君王，你位置那么高，事情那么多，你还亲自来照顾我。啊，敬吉凶则帝悦。啊，你去尊敬啊这一家的兄长，他的弟弟妹妹都很高兴。敬其君则臣悦。啊，你比方说古代的天子，啊，他到其他诸侯国去巡视。这个天子非常尊重这个国的国君，啊，他底下的子民呢都很欢喜呀，哇，天子这么尊重我们的国君呢，啊，这臣悦，啊，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啊，尊敬一个人呢，让千千万人、万人呢都感到喜悦。啊，所敬则寡，而悦者众啊，啊，此之谓要道也。他说：“恭敬对待的人很少啊，因为国君他还有很多他的任务，但是他刚好有那个因缘啊，他去巡视的时候遇到百姓的父亲啊、兄长啊，甚至是这个地区的地方官啊，这一个省的省长啊。”啊，那你虽然是啊国家领导，你也很尊重这个地区的首长，他所尊敬的人很少，却可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很喜悦。那这就是所谓要道，那治国的好方法。啊，就是用孝悌之道啊，来教育民众啊，用礼乐之道来转化民众啊，因为这一章就强调孝悌礼乐。那后面尤其彰显出了恭敬的重要了啊，一个领导者有恭敬的心来对待啊，他所遇到的啊父啊兄啊啊哦还有君这些身份的人，就会让很多的人很欢喜啊。比方说啊，在疫情啊，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很辛苦啊。啊，那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去慰问啊，尤其是最辛苦的人，那个最奉献的那个医疗人员啊，然后很感谢这个付出的奉献的。这个医护人员代表，哎，他恭敬一个人哦，多少人高兴了，多少人欣慰啊？有没有敬一人，千万人悦啊？啊，他打自内心感谢医护人员，哦，或者教师节了，
啊，他去拜访一个老教师啊。啊，请问大家，只有这个老教师会感动吗？谁会感动？所有当老师的人都欢喜呀。哦，哎，国家领导人很尊重老师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恭敬啊，能产生民心的欢喜啊，民心的团结。那啊，陈德想到啊，陆克文先生。他做过澳洲的总理啊，哎，他上任，哎，做了其中有一件事，啊，他上任了，跟澳洲的原住民长老，啊，很礼敬他，哎，向他道歉，啊，因为一个政权呢，入到一个国度啊。对当地呀、啊、有杀戮啊，可是他当了一个领袖了，他肯为之前的错误啊，哎，向原住民道歉，这个是很可贵的，啊，他这么一做，啊，我相信原住民都很感动啊。啊、哦，那他要尊敬他们的长老，这就把一个国家这种种族之间的隔阂破掉之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为这个国家努力。所以这一句经文，真正有恭敬心、有真诚心的领导者，能落实这一句啊，哇，这个。对他国家的帮助太大了啊！陈德觉得老人家把这一句用到宗教团结去你看老人家尊敬他们的神，尊敬他们的经典啊，发现一部。古兰经的注解啊，哦，那注解很难得了吧？古兰经注得很清楚啊，那都是可能是100年前很有道德学问的人注的啊。老人家拿到了1万本啊，恭敬他们的经典啊。你看老人家这么一做，敬古兰经，则伊斯兰教徒都悦啊。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就把九大宗教能团结起来？尊重人重要啊，敬人者，人恒敬之啊。那老人家都是发自内心做的，那包含老人家讲，我学。圣经我是最虔诚的去学的啊，我学古兰经，我也是很虔诚去学的啊，所以这个老人家又把新旧约腾出来，带动宗教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了，哇，你的东西。你们的教诲很好啊，互相尊重。你不互相学习，不互相了解，都互相批评，那冲突更大。你不沟通交流啊，越误会越深了。啊，见面三分情啊，
互相学习，互相尊重。那个在新加坡呢，天主教邀请师长去讲《玫瑰经》啊。你看那讲下来，那天主教徒很感动啊。当然他们会更认真学《玫瑰经》了。老人家做这个，这都是老人家把《华严经》用出来。华严经世事无碍啊，这个世间很多冲突都来自什么？来自宗教啊。老人家能把他那么短时间团结成一家人一样，这各宗三昧啊，我们当弟子的要学到哦。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啊，只会哦好啊，只会拍手而已。学不到老人家的心法，这太可惜了。那这个不只用在国家的治理，今天你在单位里面，你或者你是一个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今天刚好有个员工，父母来了，来看他的孩子，刚好被你遇到了，是吧？哎呀，老人家啊，欢迎欢迎欢迎，泡一杯茶，请老人家喝一下，你发自内心。对待员工的父母，你看这个员工看了会怎么样？或者你董事长看到员工也是很真诚的，很热情的，早。都那种关心、尊重，都是发自内心。有时候那一句问话呢，那一句关怀、问候，那员工呢，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哇，董事长成就那么高，对我这个基层员工都这么尊重、恭敬。所以这一句也是用在企业团体当中啊。你只对一个员工很恭敬啊，敬一人千万人悦。为什么？旁边的员工有看到，他们也很感动啊。然后这个事，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松下幸之助，这个在日本叫经营之神呢。他员工母亲生病了，这个员工是厂长啊，结果他都跑医院去照顾母亲了，就工厂失火了，烧掉了。松下幸之助应该是看得很开的，烧掉都烧掉了，又回不来。他没有指责这个厂长啊，你母亲生病了，我们都没有关心到，没有体恤到你的情况，还致歉呢，没有责罚这个厂长。没有降他的旗，那这个松下幸之助这么处理，那他
他公司很大了，分公司很多啊。你看这个事情一传，都被他这种反求自己然后恭敬员工，也关心他的家人，那这一份心，员工知道了，都很感动啊。虽然他是对一个员工，还有他的母亲，那感动全公司的人。当然呢，这种都是要发自真心的，不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那假如是做假的，那日久见人心了，那做假的后面反效果就很大了。所以这个善导大师教导我们一切皆从真实心中住。绝对呀！就像一个领导者要立诚信于臣民，你不能做假的，你不能装老和尚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诚是真心的本体，应付不虚伪。唐太宗刚好有一次听到臣子给他建议，皇上你呢？哪一天上了朝，你就故意发脾气，看看呢，你发完脾气之后，谁敢劝你？太宗听了说，不行，我怎么会故意发脾气呢？这是故意装的，这样不是诚信的对待臣子。所以都是从真心做出来的。好，这个是《广要道章》。那下一章呢？《广智德章》第13。那这一章是详细说明了。第一章智德的意义如果能够推转先王的孝行那智德就可使民心顺服因为这一章最后一段，非智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所以你看，这一章也是在强调，你君王一定是自己要以身作则，把孝真正做出来，就能民心顺服感化百姓，所谓风行草偃。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说了，子曰：“君子之交以孝也，非家治而日见之也。”这个领导者教孝道不是每天挨家挨户上门去教但是教以孝，这个教是以身作则，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他自己对父母尽到孝道，
哦，那天下的人以他为榜样，天下的人也懂得尊敬自己的父母。哦，那教以悌，啊，他自己也是对自己的兄长尽到悌道了。啊，那百姓都有本善呢，看到他的榜样呢，效法他呢。那就是教天下人，所有为人弟妹的人呢，都能尊重自己的兄长。哎，以前是天子或者国君，他有可能也有兄长啊，因为他的身份可能是嫡长子，可是有可能他不是年龄最大的。啊，因为可能其他父王其他的父王的太太、庶母生的比他年长，这个在时代背景上补充做一个说明。那教以诚呢，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啊，他自己对他对自己的臣子教以做臣子之道，那就是教天下为人臣的都要尊重自己的君主。那这个都会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了。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呢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